啊！我知道你要杀完了。在哪？在哪？二楼有一个敌的。二楼。哟！二楼。哟！哦，我傻逼了！这个楼梯一滴的。那个。跳起来给我一拳。没了吧？没了。没了。这不是没人管我，我不是人，这不是。飞起来了！他妈！ 你不要被捕吧，老弟！我不，补不了。你看，你说你不叫我就不会。叫我也好了。你们舔了两个鸡肉包。就你就那个谁，额头上那个。没有我们那么伸手吗？头上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头上那个谁吗，兄弟？楼啊，这个不到了。二楼。我操，三楼打不到他，兄弟，他那个斜臂位，一点点。看到了。然后右边那个小屏幕有一个。 这里，别连，你们别连。操，兄弟，我鼠标没握稳，妈的，差点你妈的没握住。再来一个。隔壁怎么有个？没窗户，兄弟。老哥老六啊，先打吧。但我二打，兄弟。我会不会？我操！ 太阳救你了，兄弟！没想到他在窗户上挂着，我直接给他。没事，我在挂窗。不，什么？一楼有个人，黑板子。哎呦！是不是他补了你小子？是的。哎。 过去了吗？过来了，过去了。兄弟，在我们楼下了。没有，我对面还有。就他。兄弟，他从哪儿来的？不知道。我楼里还有。哎，对面阳台有一个，你那有个头盔，上面那不是头盔吗？不是头盔啊。 哎，哥，会不会阴爹两枪头？咋坏呀？咋坏你妈阴痴，兄弟，他坏就这水平呀？你的徒弟啊！兄弟，加个山峰忍者兽，赢了，连上，我操你！我操！怎么样？厉害！我操！ 我操，兄弟，你这样子丢来的吗？我操，没讲到直接他贴过来了，我没想到。我他妈以为你在拍电影去。我操！看看 lucky 名吗？别看我压力大。看看陈小明。我操！中奖了，兄弟！炸！车要炸了！中奖！我操！撞死吧！我操！ 我操，兄弟，这是什么位置啊？一堆。